那我想很快的，我们就是比各位稍微再换一下，有一些其实非常多，真的是非常多。可是啊，我们当医生啊，其实也是说实在的，也是爱莫能助，爱莫能助啊。那我管理我们这个毒品方面的这个监测，其实我们DFDA的鼓励跟支持，才能够完成。我会想利用这个机会，顺便跟DFDA的一起那个，让他们来管理。那DFDA的这个资料里面可以看中，2015年到2016年的这个他们增加了这个毒品的专家病史cases的这个专家可以看到他这样，而且你也可以看到他这个年龄层，是吧？这个年龄层啊，大家了解啊，19岁以下、30到39、20到29，其实是大概40岁以下的这个年龄层啊，很普遍都有这个现象。那刚刚也提到MPS这个问题啊，那么在我们DFDA的资料也你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MPS的这个发现呢，也是从这个2000年啊，这个100年3年啊，2014年开始就比较有明显、比较
那么这是叶问，如果说我们从叶问啊，我们是从一页到九页的资料，那你其实我这个也没有办法说到底啊是哪一个页。理论上好像每次都到那个暑假的时候会多嘛，大家也可以理解吧。但是为什么说这一段时间，那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花这个精神去了解，我不知道。那刚才陈教授多少也提到了，新北市警察局送过来的这个管理毒品的这个，其实你看看，我只是举这一大部分的量，还有其他当然还有，你看它有这样的包装，有这样的邮票的包装等等啊，还有吸食的等等，还有糖果的那个表现。那么以这个新北市这个这样一个包装，你可以看到。它有我们作为 GC Mask 可以看到，大概它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讲 illegal， 或是有一些是 control drugs 啊，好比就有些药物的安眠药啊、镇静剂这些啊，但是更多的其实它还有像刚刚讲的特特别的啊，还有这个cocaine 这些啊，那么这些MBS 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有蛮多不同的。那我们如果说这个以新北市送过来的这些很小量的这个毒品抓到，你可以我们分析看一下，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还是以安非他命类占的最多，那 ketamine 当然是相当多了啊，相当多，就是海洛因，那么就是其他各种不同的。好，那如果我们每一个 specimen 来看，就是说这些 specimen 里面发现一种的，啊，两种的，三种、四种、五种、六种、七种，还有八种，这个就是他们的数目啊，就是有八种，里面还有八种的，相反的，发现还有15个。但是我刚刚也特别强调了，安非他命、天德敏这些啊，其实啊，你刚刚也看到，这些是比较多的。那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些拿到的这个，他们抓了送到来了，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就是，你可以看到，以这种粉末状过来的，这个量蛮多的，啊，粉末状过来的有1678，啊，这个有以 crystal， 有4513 ，candy 还有邮票啊，他送过来我们才有啊，这个东西是我们只是。在实验室做这个分析，那当然我们在做分析，收到的标本里面，我们一定会做记录，有些我们觉得有需要把它拍起来的，我们一定都会做这样的记录。好，那么这个也就是刚刚陈教授多少提到的，它可以从不同形态的咖啡包一样，有不同形态的咖啡包，毒品是以这种形态存在。以这个形态存在，那么我们呢，其实咖啡包里面有不同的好几种不同的颜色的咖啡包，那这是咖啡包里面里面含有不同的，好比说含有这两种的这个管制性的东西的啊，那么它有多少，我给各位稍微瞄一下啊，以这个金黄色的来讲，这是金黄色的。然后我再给各位看一下，这种黄色的啊，黄色的那个状况，就是另外蓝色，这个是 pink color 啊，这个是银白色。好，那我刚刚给各位看到的是有些那个咖啡包的一种里面所发现到的这个毒品的这个状况大概是什么样的。那现在给各位看的就是有一些就我刚刚讲，像这里面
天里面发现有这个天的名字啊，这些啊，好像这个梅子饼一样，也是有天的名字。那这里面这种东西有安慰拉命，还有这个安眠镇静的。那么这里有 MPS 啊，那么这个是啊，也是一样有这个镇静安眠的一个是一个这个成分在里面。那我们像这个 Jello 是吧？这个 Jello 含有 Pendulum、MACU、Pendulum 啊，像这些都是很普通的。那我刚刚有说，就是过去这六七分钟也跟各位报告的是新北市的警察局送过来的。一些大概一些状况啊。第二个部分我一定都要报告，就是说对于有一些医院的急诊室，他怀疑有使用毒品产生中毒的，那么把小便送过来，我们用 LC Mass Mass 的方式来做确认。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因为大家也了解这个毒品的危害其实是无孔不入。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等于说社会是相当的自由跟民主，任何一个欧美新兴的一个地方它要进来我们这个其实很快的，欧美有不要两三个礼拜我们这边接着就有，接着就有。那我们在想，我们国家在打击毒品的话，从弃毒一光，一个是华务部的系统是吧，华务部系统警察系的话，另外一个其实是我们这个DMPA 非常用心非常用心，他辖下有十几个这个实验室的监测。可是我刚刚有说了，对于有一些当你弃毒的时候你还没有抓到那个东西，可是他已经可能在民间在用。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是在民间用的，一定会有过量或者是体质上的反应造成，所以他一定会跑到急诊室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说，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在急诊里面建立所谓这种 surveillance system。 那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提供给我们 TFDA 参考，因为至少 TFDA 是我们医疗卫生系统里面很直接，大家都很好沟通，可以那个。好，那我就很高兴，就是说我到卫福部去跟何市长谈，就这个得到这个心理卫生师他们的支持，就是获了一点机会啊，获了机会。那我们呢，接下来就是我要去说服几个医院急诊室说，哎，有碰到这样的这个希望你们要回去你们这个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困难必须克服啊。有一个沟通上的问题等等等等。那参加我们这里中国医药大学台北市联合医院、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奇美、长庚、星光等等啊，星光等等。好，那我就简单这个地方跳过去，我就说我们用 LC Mass Mass 的这个方式，这个来做这个检查。那么这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个案。那这个是安慰他命跟甲基安慰他命。那另外这个是另外一个个案，这个美菲总跟这个，你看他好几个那个要怎么念我也不会念啊。刚刚我多少给各位还有一个这个是又比刚刚那个多了是吧，这个里面的 item， 这个毒品的 item。 那这个是奇美那边过来了啊，然后呢，这个是另外一家医院，你看看还有好几个。好，那这个又更多了，是不是？这个又更多了，好，更多了。好，刚刚其实陈老师也提到了 Love You Hotel 的事情，那么呢，他也稍微说一下。那 Love You Hotel 你可以看到他呢。有那么多 PMAT、PMM、MFIDRO、FOCALO、METESTINAL 那么多那当然还有很多种这个安眠镇静的
之地啊，这个是我是在佩服哪里的 NDMA 啊，就是阿布达比这一类的 NDMA， 这都有，这个都有，真的是，所以我们从我们马后炮来看，从后面这样来看，这个其实如果真的要活下来，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啊。那我们看从小便的啊，小便这个收集看看这个，到底我们看到哪一些？那么其实这安利他命，对不对？啊，安利他命，那 ketamine 这个是我们刚刚有讲，就是从 TFDA 的一些既有的资料，还有我们刚刚从新北的一些资料来看。那么大家看到说小便里面有安非他命这个系统，这很正常，这理论上是应该要多的，而且这些东西本来就致病力蛮强的，致病力蛮强的。可是你可以看到说，哎，那像刚刚讲非他命，这是也是很正常。哎，可是你就稍微注意一下，这个 Keystone 这一类的 group 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也不能去忽视哈，也不能忽视。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每一个优先商品里面看到的，那大有好比说一百多个里面一半以上是 positive， 这个就是说59%是 negative 啊。那有发现一个的有18，两个39，4个15，啊，有发现就是小便里面有4种以上的，还有15。这个其实也不少啊。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单项，我们单项来看啊，安非他命占的，甲基安非他命啊 ，NACO Pendulum， 我们这样看来看它排出来它的 frequency， 那其实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啊奇奇怪怪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好，那我们稍微比较一下。我刚刚不是讲说，政府华务系统在气，对不对？那我们有 DMDA 本身有这个，它一个辖下十几家的这个 surveillance system 在做嘛，十几家医院。如果我们把我们今天小便的资料，急诊的小便的资料跟这个新北的资料来比，跟 DFDA 来比，对不对？那你可以发现，就是我刚刚跟各位已经说了，其实我们有一些在这边没有的，有一些在新北送过来，我们没有看到的，对吧？所以我们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系统在进行，那这个系统代表什么的意义？它能够提供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对吧？所以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它有它的，它这个系统它有它的重点，它有它的重点。那么假使新北不拿过来，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拿来，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从小便里面急诊室。好，这东西其实我们去思考这种。像我们这样做，在瑞典，他们有一个 project， 已经做了几年，其实类似了 ，UK 它有啊，还有这个德国、美国的啊，不同，但不完全一样，但是基本上的基础是一样的，类似他们其实好几年前就有 ongoing， 那我当然知道意大利也有，意大利也是做的。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的目的刚刚有讲，我们是想要扩大。那边那个侯市长李东，他碰到我，他跟我讲，他说：“哎，你那个尿液毒品的，你做的那个急诊的案子，我那个 TFDA 给我报告了以后，我觉得你那个做的不错哦。”也他说应该要扩大，对，应该要扩大。他有这样的指示了，但是我们也等说看看卫生部在经费上怎么弄，因为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经费是一回事，然后我们实验室的推出量是一回事，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跟所有的急诊去沟通，建立彼此间的互信，
路线，然后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其实我的目标，我是想要做到 real time 跟 proactive reaction。但这个 real time 其实不只是跟他，其实还要跟我们的上级 TMBA， 让他们也知道在行政管理上啊、有一些这个方向啊。因为这种 real time 的东西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各位不知道几年前呢、啊，好几年前香港、新加坡发生啊，有一个不小的低血糖的案子，死了几个人。那么这个都是上年纪的，他们吃的是所谓壮阳药，可是壮阳药里面不应该有低血糖的药物吧、啊？不晓得这么高，都死两个人都死了好几个。好，那对我来讲，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你低血糖发生，因为新加坡、香港地方小，台湾虽然不大那么大，可是台湾比新加坡、香港都算大了。假设一个人一个病人，他来到急诊室，他住花莲在花莲，他住台东，他住高雄台中，他都低血糖反应，他可能就吃了。大家也了解，因为中国都发生的东西很快会跑到我们这边来，大家是想的。如果他们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低血糖来到急诊，我们医生讲哦低血糖好，你有没有晕眩？你有没有？使用这个降糖尿病的药物，对不对？降血糖的药物，或者是说您最近身体其他的状况有怎么样？没有，或是休克、败血性等等，会这样想。可是基本上他们不会去想说有没有可能，我刚刚讲的类似香港的、新加坡发生的这个吃错药，被吃错药所产生的。其实我们也是想，我们这种 panel 要建立的时候，我希望在两个小时。但是呢，以前我写这样的计划去给国科会把我当掉了，那我就稍微不用那么忙了啊。举例了，我说这个很实际的一个东西了啊。好，那么以上是我跟各位做的这个报告，就是关于我们新北送过来的这个毒品，还有我们怀疑急诊使用这个毒品中毒的病人的小便，我刚刚跟各位报告，我们是希望，因为既然卫生部的长官也这样的指示，我们希望说怎么样把它做得好，做得好，让它有比较有意义。我是觉得，当然也需要各位在场的先进前辈们以及各位专家，还有关注这些这些发展的同仁们啊，有你继续指教跟支持，谢谢各位，谢谢。